大家好，我是高姐，我是内杰。现在我们要种地瓜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要拿东西。这是咱们今天要种的地瓜。是的，这个是地瓜。我的包，路易威登妈妈说这个是5000美金，因为我老公没有买我这个包，妈妈给我，我现在很漂亮的。妈妈又拿到。你鸡蛋去。哎呀。妈妈说要用这个，但是没有一个东西不会用，现在怎么办？这个哈，箱子拿这边，里面两个人啦，我后面一个，我抓住，让这个的一个人，让这个的三个人，是不是很漂亮？你看，要工作。要变成和那个一样，很高，很高。你以为种花生一样是不是？呀，这个虫，看，快点，看这个虫，什么虫？会有地瓜。我知道，我们在乌克兰当吃土豆。啊，我说你的这个很坏。别买。拉了6次还在这个位置拉，还有是的，还有籽。这个地木好，现在要种地瓜，我们现在给在这里边看一下会不会的，因为我都不会做这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看他们做这个很快，叮叮叮叮叮，我也要做，但是我不会啊！你们看，里面到处长地瓜，地瓜长这么大，没有土怎么办？这个地瓜也得这么大，哦，不是，有点连张劲，哇，太大。我们要不你吃那个？对。小心好玩吗？对。你看，他们两个回来都是干活。对呀。你看，宝金也是，你看。嗯，这个是嘉兴种的。对，你教我，我可以对。对。你看奶奶很快，奶奶是厉害。奶奶不要妈妈吃。好，我们要去拿樱桃了。你要不要？手拿樱桃，就先跑跑跑跑跑。去看鸭。看蓝鹰的鸭子啊。啊。爸。走了。我现在很高兴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去拿快递。这个说我们的很好朋友，但是在大连要给我们樱桃。哦，心情谢谢你。因为大连的樱桃成熟了。他知道我喜欢吃水果。他从大连发过来。是的，我们现在去拿。我们到了，现在去拿快递。我很喜欢中国的快递，因为很快呀。走，谢谢啊。就好，谢谢。很大，甜的，很肉肚。在乌克兰也有，我小时候我奶奶有吃这个的樱桃，你知道？奶奶。甜的，
盒子蜂蜜一样。干嘛？我是垃圾桶。哎呀，今天是很好的天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有工作，然后晚上有好吃的，开心哈。哇，你看它又呼噗呼噗脆脆的，脆脆的。把星星给这个樱桃很不错。是的，我知道他看我们的视频，星星。你不要是这样子，我可以的。好，因为谢金这个是我的很好朋友，我那个时候在大连，这个是最好的同学，是不是？也是老乡。对啊，那个时候我在大连，我没有朋友，因为我在中国可以说那个时候都没有朋友。然后最近又说他，我们没有认识，他有来那个工厂，他来接我。那时候还在做工厂。是的，那个时候我们还没认识，但是他有买好几衣服，然后他接我们去玩，然后我又睡觉在他家。哦，谢谢。但是现在有一点不开心，因为他这个在。大连，我是在莆田。之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就是以前看见记不住你的名字，然后看见问我怎么叫你的名字，我就叫洗衣机，洗衣机，然后把机改成亲，然后每回看见就想洗衣机，然后就记住你的名字。是的，所以跟这个不一样，因为我说这个，中国的名字我很难的，我是一个人，他们都会知道我是嘎家嘎家，这个不难的。但是你们的名字也要啊，你们也不知道朋友的名字，可以说都是说什么心，因为他们都是说小廖小廖，好的，追个追个。这个不一样，这个能知道名字，但是不一样。你们喜欢说心，因为 我说你老张老王，在乌克兰都想你名字是廖，但是然后他们看我姓廖，他们说啊。为什么你这个时候你老公是心，因为我都是叫你廖。好的，做一个。是的。干嘛小廖？妈妈。小廖。这个是小不点廖。小不点啊，你要去种樱桃吗？那去吧，拿去种。嘉欣来拿。我们说这个是骨头，我可以说这个骨头。那个是核。啊，你是这样子的。啊，你们是厉害。嘉欣，你现在是这样子咬，是不是？对。好。很不错，嘉欣，我说你。慢点倒，不然又出来了。你倒水太多。水，他们喜欢喝水。明白。哇，你的衣服，嘉欣，这个。